如果说每个人他有他的命，而我妈命中注定是个可怜的女人。那个人会死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所住的那房子，听说以前曾经发生过命案，一个女人把她七岁大的女儿推出窗外，然后跳楼自杀了。谁？男人都是骗子。妈妈，这里会不会有鬼？啊！你是我的命，没有人能把你抢走。送给你。带我跟你走，好吗？给我们。